今仔日啊，诶，这个啊，伫咱东港吼啊，诶，这个交通船啊，这个航道啊，要前往这个小琉球哦，诶，这个交通船吼，啊，这个航道要出去，今仔因为受到啊，这个风台啊，诶，这个环流影响吼，啊，这浪足大个吼，啊，伫这浪足大吼，啊，这个游艇哦，这个交通船啊，要搁出去吼。啊，真正得爱看啊，这个司机吼啊，诶，这个啊，诶，这个技术啦吼。啊，即马今仔日是2012年7月23日4:02吼，4:02。啊，即马有一只吼，啊，一只游艇来啊吼，一只游艇来啊吼。啊，看伊安怎吼，诶，来乘风破浪哦，来啊，经过啊，这个出海口。哦，诶，这个航道啊，这个、大浪吼、哦，这浪偌高我唔知啦，足大个吼、哦。啊，摊主啊，啊，有看到一只啊，这个哦，这啊，即马伫遐，伫遐已经诶，在开始咧，在破水啊吼、哦。哦，在破水啊。这浪足大个，哦，摊主有看到一只吼、哦。啊，伊个这水吼、哦，哦，盖过甲规只船啊，拢盖过，哦，这足惊险的吼，这真正考验着驾驶的这个技术啦吼，足、哦、无简单，因为这个航道吼，诶、哦，这个浪有够悬的，这差不多用要一楼悬至楼半左右的浪吼、哦，哦，啊，这个较巧，这个巧。捡来伫这个边啊吼，无伫航道的正中央，哦，一只吼，啊，捡来伫航道哦边啊吼，啊，但是这硬钢管呐，我那是足头的吼，足大的，啊，看安那破硬吼。哦，伊开到这个岸边。哦，啊，闪卡这个大硬的所在，诶、欸，这个甲摊主啊的司机咧驾驶的航道无同款吼，哦，这硬足悬的，这硬大啊，强要甲几只船扛过啊，这只飞马号吼，诶、欸，飞马号，浪足大个，啊，这只扣较边啊，哦，要出去伊扣较我正手边这边花，所以这浪就较小吼。伫遐航道正中央浪有够大个，哎、欸，这个司机你看，吼、哦，迄浪看偌悬啦，还甲扛过。在考验着驾驶员的技术，哦，啊，即马渐渐出外海去啊，哦，这浪同款啊，足大个，现在浪足大个吼，即马时间是这个2012年吼，7月23日吼，即马时间4:06吼，4:06，啊，即马这是这个往小琉球啊，这个交通船飞马号吼，啊，这个出海吼。哦诶，这个情形，嘿，啊，这只较巧吼，这只开较正手边我边啊吼，所以讲啊，用较少安尼，吼，摊到只开喺正中位吼，规只就要卡呢，哦，啊，这只啊，这个司机，哎，这有经验，这有经验，哎，这只就是飞马号的吼。哦，你看，只安尼头前安啊，这用。一用安尼，一只大用安尼转来，一用，啊，一只大用，原来伊个海用真有大个，哦，海用有大个，
啊，飞马河已经走远了吼，飞马河走远了。啊，今仔伊安尼连面到到小港，这个小琉球啊，哦，你看这鹰有大无？在摊多这只啦，拄到这鹰吼来哦，大家又搁看过，哦，看过驾驶座啊，船啊头顶有哪看过，哦。在航道的正中的鹰较大，怎样观察个？哦，伫这航道的鹰较大。哦，啊，已经开风去啊，吼，啊，要前往这个小琉球啊。哦，啊，甲游看卖啊，小琉球会清楚袂吼？即马这个所在就是小琉球吼。即、我用目睭看吼，啊，拢有看到建筑物啦。啊，但是这相机的这个镜头吼、并无足好吼、啊，所以讲啊，掠到的吼，啊，只是安尼较糊啦。甲放到即马已经啊，伫迄个数位放大吼、所以较糊吼。啊，这当然看到。小琉球吼，啊，这个啊建筑物，啊，小琉球建筑物，哦，这飞马河的，哦，外海淹较大，啊，破来安尼，淹喷啊悬。要搁咧乘风破浪诶！哦，今仔用作头啊，足大诶！哦，飞马河就甲翕到遮就好。哦，啊，咱甲看吼，啊，即有即当地渔民吼，啊，即、这个驾驶着即个细只诶白鸭车，哦，啊，即白鸭车当我足细只，啊，人伊吼，啊，即着真正足有经验，沿着即个风破伫边啊，吼、哦，安尼来伫咧晒吼，哦，所以讲伊。伊这吼可能在地人也较知啦吼，啊你看，哦啊是这中哦这鹰安尼，吼安尼站尔悬吼，这鹰安尼站尔悬吼，啊这安尼一只安尼白鸭车吼，啊就顺着这，这个风坡的边啊吼，啊来伫咧晒吼，算个是非常的淡定啦吼，人即摆拢作里边讲哦，这淡定安尼啦吼，啊他们在这大鹰的当中安尼嘛伫咧开吼，安尼开来，哦这老船长哦足淡定的安尼。足知影讲吼，啊，开站这边啊，安尼较少，咧烟较少吼。哦，啊无，迄，这航道中咧烟足悬诶，我伊足巧，哦，伊怎啊把这个船啊，摆啊吼，啊开站这个边啊咧。这个边啊在走，然后闪过大鹰吼，非常的淡定嘿。好来，啊，即马啊，搁有一只吼，啊，为这个小琉球啊，开到转来东港，哦，东港的这个船啊，吼，交通船吼，啊，伫咧要入来吼，啊，因为是顺应啦，这开可能是较开啦吼，啊，咱们海顶安尼乘风破浪，那、啊。人客坐里内底吼，啊，一定作摇的吼，一定作摇的。我阿姐已经在等来，哦，啊，即马时间是即个2012年吼，诶，即个7月23吼，啊，4:37吼，4:37吼，啊，即马为这外海乘风破浪入来啊吼，啊，即只啊为小琉球吼，啊，开到等来啊，即个东港吼，啊，诶，即个交通船，哦，啊，即只诶船长嘛巧。哦，啊，即马要来开卡，啊，我啊，伊个倒手柄，吼、哦，船啊倒手柄啊，吼，甲我换边，哦，甲我半换边，只吼用较少安尼吼，啊，安尼来去摆，哦，另外用较悬，哦，迄个赶着去用啊，哦，啊，即马来讲吼，去摆啊哈。哦，阿伯，伊阿伯叫个一影吼，阿伯叫个一影。哦，哦，吹落呢，走我应玉，走我应玉，啊，吹落啊，嗯，走我应玉哦。
好，哦，开比应较紧，开的速度比应较紧，开的速度比应较紧。哦，哦，应脚伊袂着，哦吼，应脚伊袂着，啊，所以较好去买。哦，这只做中意号吼，中意号。这就讲啊，对这个东港啊，甲小琉球当中啊，这个交通船吼，中一号哦，走啊应用吼，伊、哦、的速度比应较紧，应用袂着。哦，要出来因为是顺应啦，哦，这冲击较袂遐大，吼、哦、啊要处理吼，啊这个船头安尼啦安尼，甲应相强吼，真正应有够大。这只中一号，好来，啊，即马过这只各位小琉球开到转来东港的，哦吼，拼速度呢，拼足紧呢，哦，要哦要硬叫袂着，哦要硬叫袂着，哦头夹开，呼呼，发硬哦哦哦，东信号，这只东信号吼，啊，伊要让这个硬叫袂着，哦。飞起来，飞起来啊！哦哦，船头起落水啊！哦，这只速度呢，飞啊紧，哦，佮飞起来啊！哦，船头要佮起落水啊！哇！哦，东信号，哦，这真正有驾驶，有驾驶，哦，飞啊紧，哦哦，这只真正驾驶有经验，哦，今仔日的这个硬吼，真正有大。哦哦，大家甲看哦，为外海安尼，以外吼，伫这航道的硬安尼，足悬的吼，足悬的哦。啊，咱为侧面吼、哦、来甲看这硬哦。哦，它那东信号安尼，船会飞呢，嘿，船头会悬空呢。嗯，要入港啊，那冲啊较紧的安尼，哦，硬都袂着。哦，这几硬足大，这几硬，这几硬足大。哦，你看。哦，这个也用得多啊。哦，来啊，今嘛是啊，这个2022年7月23日吼，啊，今嘛5:02。即马伫遮阁开出来吼、哦，要前往小琉球的这只啊，应当是今仔日买房船啦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交通船买房船吼，啊，顶啊吼，伊有那爱面临着啊，这个乘风破浪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大应啊，这个驾驶技术的考验吼，这样拢是买房船啦吼，啊，即马开始吼、哦，慢慢啊驶外来啊，要离开。啊，这个东港吼，啊，这个码头哈，啊，为这个出海口，啊，今仔应足大吼，啊，看这个司机，啊，这个经验啊吼，看安那来破这应吼，这应当拢无问题啦，对当地司机当久安尼，安尼开来吼，这种应对来讲不是问题啦，只是讲咱若要看这个船啊吼，伫咧破应吼。啊，这个吼、哦，来看这个时阵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船头搁起落啊，船头搁起落啊，哦，船头搁起落水里，哦，哦，哦，啊，要出来伊唔敢赶紧哦，速度唔敢赶紧哦，呼呼，哇，钓起来啊，钓起来啊，呼呼。这当天啊，坐着带足油呢。这只什么号的，我还阁无看哈。哦，安尼。啊，那么呢？啊，东兴号啦，吼、哦，这只。哦，即马啊是这个买房船吼，啊，飞往啊这个小琉球的买房船吼，东兴号。即马开始破硬啊吼。来破硬，现在硬速大，哦呼！
伊即马要出去吼，诶，烟雾较少吼。伊即要出去拄到即马诶烟吼，即波烟雾较少。啊，但是船头嘛是拢安尼吼，哦，拢会载咧水里咧吼。哇，搁夹开啊！啊，即马这是啊，为屏东小琉球吼啊，开往即、這个即、這个啊，无哦，为屏东东港吼、啊、要开往小琉球的尾房咧吼。啊，即马已经五点啊，空五分啊吼，啊，这应当是尾房船嘛吼。啊，即马要开往即个小琉球，啊，东兴河，哦，啊，真正要出即个港吼，啊，真正，哈哈，变作大，考验到司机的即个技术啦，哦，啊，即马向着即、這个啊小琉球的方向吼，啊，前进啦吼。伊拄啊要出来，拄到这烟雾较少啦。啊，这个东兴河哈，啊，今仔日的烟吼，你看，包括迄对面遐，迄遐尼悬的，诶，这个风波堤吼，迄烟已经拢会破过风波堤啊，哦，烟足大的。过啊！哇哇，破过啊！吼，水阁破过啊！破过风波堤足悬的吼，看今仔个烟看偌大，哇！啊，即马东兴河嘛伫遐咧破水啊！哦，烟即马去外海烟嘛足大，遐咧破水。真侪伫内底人哦，真正安全带甲椅仔拢爱慢哦。哦，今仔烟真正足大个哦，来咧看，即马东兴河出去啦，啊，即马来落尾来烟，你看遮大啦。哦，咱大家看哦，落尾这烟遮大啦，拄啊好去哦，东兴河闪过这大烟吼，都闪过哦，即马内底烟拢足大个吼，啊。东兴河已经开远去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要前往这个小琉球啊，哦，就同款底啊，那烟嘛是破架吼，哦，有架。讲真来讲吼，这人今日爱刺激的吼，在咧这个时阵坐船啊呢，哦，爱刺激的。啊是安那偏离航道哟，大家往正手边，就往正手边走，偏离航道。搁稍微加手柄过来呢，咱人做人吼，都道理啦吼，啊含这船在行吼，都航道啦，哦，拢爱照航道行，无得出代志安尼。这个东兴河